深夜十点多，警方巡逻车辆执勤闪爆灯停在路边，民众拿手机悄悄靠近。镜头放大仔细看，坐在车内副驾员警正在卖力玩手游，超专注，巡逻勤务却在摸鱼。民众直击员警玩手游，转头拍向警车车牌，抛上网，引发热烈讨论。不适合啊，工作的时候本来就不能玩手机啊。我觉得这个行为很不应该啊，警察本来就是要保护民众，怎么在执勤的时间玩手游？事发在国庆当天，高雄古山区员警交通热点执勤，却大喇喇玩手游摸鱼，画面全被民众拍下。本分局将与该员警行政处分。不仅执勤玩手游，行大则是被踢爆。行经路口要慢看停。拍摄高雄市政府交通安全宣导影片，采取女警外形清新亮眼，号称飞天小女警，却被抛网质疑考上科侦队专业能力不足，只防不侦，因为根本不会。去内勤好好当小编，预防犯罪宣导就好。网红有特权吗？网友也质疑，这次甄选面试就上了，没笔试可想而知。科侦通通是皇亲国戚好吗？网红应该去公关室才对吧？除口试外，另外加考相关网络犯罪专业科目笔试。行大澄清，通过人员有笔试加口试，不是走后门靠关系。还有员警巡逻执勤，路边打手游，被民众全程直击，外界观感不佳。记者宋明成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